2019年FIFA 2第32題啊，嗱咁呢個咧就要去記一記啊，我想你 log 一 over s，log 一 over s 咧係咩嚟咧？就係 log s 嘅負一次方，即係負 log s。當你以後見到呢、這個，你就要即刻知道佢係負 log s 嚟嘅。啊，咁所以而家咧，其實我哋只要揾到咧呢、這個 log s 嘅 value 就得㗎啦。咁 log s 系咩嚟啊？你咪当佢 a 咯，咁即系我哋当个 log s 叫负 a 咯。咁呢条式所有 log s 唔变晒噶啦，变晒做 a。咁你变晒做 a 系咪舒服好多咧？即刻冇晒啲 log 啦。因为呢个系2a 加一嚟嘅，2a 加一。咁做呢一个咧，你可以喺呢边做翻个通分母先啦，不如都啊三加七。括弧三 a 减二 over 三 a 减二就等于二 over 二 a 加一，然后做个交叉相乘咯喂，啊咁呢边咧就系、是、如果你 expand 开去咧，就应该系廿一 a 负十四减负十四加三，即系负十一，然后咧右边咧就会等于二乘三 a 减二啊。跟住 expand 開去，42a square 減22加21，即係負 a 負11等於 6a 減4。42a square 減 7a 減7等於0。撳機咯喎，啊，呢、這個係撳 Formula 01啦。好啦，咁我計到咧，A 係二分一，同埋負三分一。但係你記住，而家問嘅係負 A 啊，所以你要將我計出嚟呢個嘢咧負翻去，咁就會出到咧答案係 default 啦。